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，指挥中心日前针对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，也刺激民众的出游意愿。屏东小琉球今天一大早就涌入了满满人潮，有游客原本打算等到中秋连假再来玩，不过民宿房间早早就被订满了，才会提前来度假。而不止小琉球，在热门景点垦丁也是同样的情况。根据了解呢，中秋连假第一、第二天，当地的民宿跟饭店订房率已经高达了八九成，接近客满。东流线码头上一大早涌入满满人潮，西家带眷，民众提着大包小包前来小琉球。阳光蔚蓝，大海，小琉球风光明媚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，游客恣意海泳、浮潜、加玩水。只是现在想来小琉球玩，民宿可不好订。我们原本是中秋节要来，但是太多人了，就提早先来了，很多都订不到了。本来是订中秋了，因为中秋现在都订不太到啊。开学后第一个周末，许多民众来到屏东小琉球，似乎是日前真的闷太久。随着疫情趋缓，水上活动也有条件开放。原本还打算趁着中秋连假，但眼看民宿早已被订满，现在也提前跑来透透气。这晚呢，这卖订未到啊。而不止屏东小琉球，热门景点垦丁现在中秋连假的饭店订房率也呈现爆满情形。据了解，连假第一、第二天订房率已高达八到九成，接近客满。中秋假期的部分订房率已经到八成。十八号、十九号前两天，我们的订房率就已经超过九成。中秋连假前两天订房也有八成以上。那后两天的话大约在三成左右。当地民宿也是同样情形，尽管相较于疫情前游客人数或许多少还是有差，但相信疫情控制下，民众出游意愿未来势必会大幅成长。记者苏水平报道。